昨天晚上发了一个关于医保改革的视频，我觉得我什么都没说，居然被和谐了。也不晓得你们是在爬母石，是不让我们说话呢？现在不让我们提意见了，接受不了批评了，是不是？群众的意见、群众的想法，你们现在都接受不了了，都觉得刺耳，是吧？为么子这么多人去说医保的事情、延迟推销的事情，是因为你们这些事情做得不合理呀？别个觉得不合理呀，别个才会去说呀。如果说一大部分人认同的话，怎么会有那么多人去说？怎么会有那么多人在抖音上去骂？你逼着别个骂你呀？你做的这些事情，你好好想哈子。疫情三年，我们老百姓是么样过的？你给我们补贴一分钱吗？你现在疫情刚过，你要想心思从别个的医保社保里面。哪里都不说了，你自己做的事你自己心里有数。医保社保是不是每年都在增加？从最早的几十块钱，现在增加到几多钱了？你自己心里有数。我现在的医保的话，每个月的话，我是灵活就业人员。我昨天看到我的医保，花了447块，点击，一分钱都不返给我了。你搞么子门诊攻击？你让我们买个感冒药去门诊是吧？你让我们现在的话买个感冒药去门诊，买个退烧药的话去门诊，你给我报几多？是不是像你说的能够报到位？我今天去门诊看病花了1000块钱，你能给我报几多？你只怕报100块钱都报不了，你那些救命的药全部不在医保范围之内，你报销保么事？我现在就问你一个问题，我去门诊看病花1000块钱，你能给我报几多？你带我们老百姓真的是少，真的是傻子，真的是算不清楚，搞不明白是吧？你管这些弯弯绕绕。